黄河大合唱，开始游戏。哇靠，这还有动画哎！反攻，虚构战役。我们将反攻日寇本土，我们将作为英雄返回祖国怀抱。之前，这是啥想？剩余的舰队。啊？我是哪一军的啊？啊，我就自己一个人爬上人家的，人家的航空母舰，然后自己一个人手撕鬼子，是不是啊？不，现在不撕鬼子了啦，小声一点，好老吵。现在直接手撕航母啊，可以吗？谁打我啊？我打不死啊！这个兄弟们补血啊，那可以把他们的各种精神象征打掉。打不到啊！这家伙能够手撕鬼子，为什么这么近距离瞄准就瞄不到人啊？智慧神咒，哎，看啊，中华人民们，这就是我们当初手撕鬼子的情况。站起来！问题是这是在反抗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在打日本人吗？德国钢盔，然后拿着，所以说很奇怪，他戴着德国钢盔，然后拿着汤普森，身上却穿着黄色那一副，这是什么？黄色不是日本人的制服吗？我怎么不觉得好像全身都是合起来的、啊？我搞不懂，然后。后面拿那个是什么、啊？国民党的大刀队是不是啊？搞不懂啊，真的搞不懂。安放炸弹，安全返回。胡说八道吧，这个。他刚自己一个人。啊？那开枪开到一半，突然放下了什么箱子啊？这是谁的棺材？安全返回？啊？还要再打出去哦，没子弹了。这很笨哎、欸，这个东西。还有小枪可以用，小枪只有六发。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我的大关刀啊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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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多把枪一直对着我一直开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开玩笑吧？败了。仔细看啊，中国士兵都可以徒手爬航母。之前可以消灭他们剩余的舰队。这个游戏就是是不是就是制作来唤起人民抗日心情的？是不是？玩完这个游戏之后，你就开始尊敬国家、尊敬党。对不对？老铁们，集合啦！这样子。而且哦，2020年呢还在抗日，都已经快要100年前了，还在抗日。妈的，现在电视上那些大陆剧全部都嘛在还在演抗日神剧，我真他妈搞不懂到底在想什么。他们这个抗日要抗他妈200周年才会觉得有一点，嗯，我终于有点抗成功的感觉。想想这个有个白痴的，然后再杀出去，走私舰娘，哎，胜利了，哎，哪来的飞机？我直接穿着走的，哇，哦，好帅哦，哦，哇靠，是3A 特效。哇！伴随着爆炸离开了。哇靠！这个百艘航母也不够打哎、欸，一个中国人可以杀一艘航母哎、欸。哇靠！那我要准备一个15亿艘才有可能哦、喔。中华民族的儿女啊！中华民族的儿女啊！石牌战役！我们要抱定必死的决心。
堂堂这是什么？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无人之土地，保卫战，名正言顺，鬼斧神钦，决心至坚，誓死不渝。决心至坚，誓死不渝。古有明训，怀疑；古有明训，春秋存异。生为军人，死为军魂。怎么每次都是一个人打拳？已有今人之事迹。怎么又是这个合成角啊？何坠焉？他身上有四五种军队的特征呢。现在开始要拿大刀队伍干了，是不是？大刀队，啊这个靠北。这张可能就拿刀。抗日神剧，抗日神剧啊，干好笑。从小吹到大，怪不得他妈的每个都爱吹，每个都喜欢吹牛逼。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他妈吹到真的是，吹到变脑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呀，好强啊！这个中国人好强啊！日本鬼子就像头垃圾一样啊，活一刀下去，大家都死光啊！中国人就是强啊！我的人呢？呀！小日本都杀不死我啦！好乱哦，还是不要用第一人称好了。你看，敌军的航空母舰都被我们打烂在河上，它是怎么开进来的？我想要跳下去看看，我是怕要重来怎么办？中国人神通广大，好强哦！这个好牛逼哦！一个中国人就能够占领一个台湾岛了。我这样讲有没有逻辑？胜利啦！胜利啦！中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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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不会亡！中国不会亡！万岁！哇！哦，时间是越上面越晚了，应该从下面开始玩，不过无所谓了啦。动员起一切物力、人力，为自卫、为人道。此穷凶极恶者，长期抗战，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。都还没开始守卫就开始呛了，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怎样啊？这个中华儿女为什么是拿德军枪啊？败啊！击杀指挥官。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，动员起。我都还没开始，怎么就开始开枪啊？为自卫，为人道。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，长期抗战，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。中国人好强哦！这些人怎么都不会动啊？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说，敌军都是站在这边，然后都跟白痴一样让你杀。中国神威啊！人到场，敌军自然就倒了，打都不用打了，吓都把你吓死。日军在我眼中就像笨蛇一样。这样一路打过去好长哦。然后这个游戏只要27块，菜。赢了！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？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？干这件事杀小，平安县战役。开炮！开炮！这是炸杀小啊！这是三国时代吗？
欸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什么？是国民党的衣服是不是？欸，可以跳了，可以跳了。怎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然后面对所有的敌军啊？那也吹太大了吧，很累呢。但牛逼吹久了会腻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人攻一城，平安县，嗯，颠到死一排，干，有没有类似特种部队啊？为谁报仇啊？为芹菜报仇，杀了三本，对吗？这游戏比 CLD 还好玩呢，开玩笑吗？奇怪，是叫前面还是后面啊？喂，我没练轻功啦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这个不是中国人弱，是这一名小兵没有精，没有把轻功给练精。这些人怎么都没拿枪就上阵啊？开玩笑是不是？傻小，为什么前面那看起来很像炮管啊？我到底在哪里啊？佛头怎么被锯了？不能问。哎，胜利了！耶！耶！万岁！哟！哟！万岁！中国不会亡！中国万岁！这游戏好好玩哦，你们要不要买啊？才20块而已。命令，敌营全部投入战斗，立刻有一敌情，展开全面阻击，务必守住阵地。他现在是要用枪打爆坦克吗？我这狙击枪好烂，看不懂。这狙击枪枪线是怎么他妈的回事啦？敌人刚刚在走一排给我打、哦。哎、好棒好棒这边怎么又要打5分钟啊？我直接上山下海然后走5分钟，这些日军完全追不到啦。中国武术飞毛腿，你懂不懂？枪超烂。瞄这边啊，瞄这边，瞄这边，精准的枪法，小日本鬼子一个都跑不掉。哦，中国狙击手传说，中国版的瓦西里，哇，被我杀光嘞！那我现在干嘛？我已经把中华救下来了，我现在干嘛？耍刀。你看他砍得好用力啊，砍到自己的手都不见了。看，有人来了。什么洋枪洋炮啊？根本就打不过我中国大刀队。那炮弹飞过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拿大刀这样子，啪，然后炮弹就没了。这样够不够牛逼？战车已经被我砍到没有形体了。这边怎么有一个这个国旗啊？哎，举报游戏，让他们没游戏玩。抗日神作不能给他们玩。5分钟到了没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有人飞出来啊？
这日军什么时候学会了遁地术啊？刚刚那个一定是百地三太夫的后代，要小心日本忍术。是不是现在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？哇，日本人那么厉害，一定会忍术啊！我们要小心。哎，又收复了中华其中一块地，大概吧。是谁的战车啊？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万岁！我不是开向那边的吗？我不是开枪那一边的，我干嘛那么生气啊？我穿的衣服完完全全就是刚刚那些人的衣服啊！他怎么神经啊？哦，我们不是把敌军杀死了，在那边哇什么？我指挥官，你看这不是敌军吗？这些日本鬼子怎么脑袋都不这么不好使、啊？好蠢啊！一定是生鱼片吃太多了，寄生虫都寄生到脑子里面了，变笨蛋了。他们都不会躲啊！还是我们馒头、煎饼最好吃的，尤其是油条，多吃点。跟你讲，不要小看油条，以前抗日的时候。男女老少都拿油条打死日本鬼子，我想看一下指挥官长什么样子、啊、怎么会有足球场啊？这个年代我要用大刀撕他。他、啊、这个不是跟人家长得一样？充满了亲朋好友们的说笑声，但现在却没有了。记住我的话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。我们会把战火带到他们的土地、他们的人民、他们的血肉。创十一条心，十万长堤。冲啊！我们的心，冲那边！我们的心结豪壮。我发觉我这个就跟我们这一军的穿的完全都不一样了。让你们瞧瞧中国的忍术！哇，看不下去了，算了。都没有掩蔽点，我怎么打、啊？知道吗？比 COD 还好玩，真的真的。我觉得我这个游戏如果再多玩一个小时，我可能会变脑残。你们觉得呢？八百壮士一条心，来冲这边，跟着我冲！我们的心结豪壮。八百壮士一条心，这个只有我自己在打。没办法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中国人就这样嘛，要不然怎么办嘛？大家都把心力放在我身上，但是他们就不会想要出来，你知道吗？
哇！不打了，妈的，等五分钟吧。大漠传奇，飞毛腿啊！现在就是飞毛腿。日行千里，人行太保，日军都抓不到。这里不是上海吗？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片沙漠，然后中国人就在沙漠上面建造了一整个繁荣的都市。拉斯维加斯看过没？连这个都不懂啊！不知道中国多牛逼啊！拿枪比较快耶，干有海耶！我操！这只没有底的。叫什么啦？核子潜舰，中国版的，你们不知道、喔？1935年代，中国就已经做核子潜舰了，没知识，还想跟中国拼呐、啊？滚回家吧你！怎么吵死啊？中国军人，中国军魂。早上起来，什么闹钟，什么有的没的，什么叫你起来，都是直接在耳朵旁边直接开 AK， 好不好？胜利了！哟哟！胜利了！耶！耶！日军在山林深处有一处军事基地，找到并消灭。给援？那个房子不是日本的房子吗？我们是已经打到日本岛上面去了。我是谁啊？我从哪里？哇！敌人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而来，哎，你发哎！啊，那边还有房子。大刀不行，大刀拿出来，日本人就断根了，灭种了，你知道吗？身为有良心的中国人，绝对不能这样做，要包容善良，不能乱杀平民。我们的行动必定对日本侵华计划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拜山小啦，我林北都胜利了，你他妈给我拜！啊，我飞走了，怎么又死在地上啊？拜山小，还被人家踩来踩去，妈的，我不玩了。但是，中华民族的儿女啊！中华民族的儿女啊，这游戏没有了啦，没有什么结局啦。叫啥小，有什么好笑吗？抗日神剧哎、欸，这个音乐应该要配一些动作比较好笑。吵死！